大家好，我是阿彪，今天跟我爸来弄点鸡，再弄点鸡回去，又弄了几十吨。一斤左右的鸡，数一下，土鸡呀、啊，总共抓了50个，明天有土鸡吃了，不愁土鸡吃了，大把土鸡。我们晒的那个稻谷晒好了，先把它收回去先。我们这次把它晒在这里，这里是老妈晚上跳广场舞的地方，以前的老地毯，这个地毯有蛮久了，起码有30-40年了。上半年收的多还是下半年收的多？都是一样的，应该比那个我姐那边高产一点。一收过一斗，这里又是一斗。收获了2斗，两大斗，一个一把，还是可以的。这个谷子，你这里稻谷还是可以的，还是比较饱满的。以前那个地毯呢、啊，那边还有一块，现在都起房子去了，就剩这里了。我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啊，来这里收稻谷，天一黑。隆隆隆隆，一群人就跑过来收了，然后收完之后，他居然没下雨，又摊出来晒。反正天一黑哟、哦，就一大群来这里忙啊忙的。先把这个灰扫了，这稻谷上面还有一层那种谷渣，把它扫了就可以收OK， 弄完了，24、6、8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14包。然后我那个二姐那里，她还有个差不多这么多吧，我们应该就是27、28包这样子，晒干了哈，2篓的左右的铁还是可以的。准备上车，
终于收完了，天都黑了都，回去吃饭了。啊，做农民不易啊，种稻谷不易啊，所以这粒粒皆辛苦啊，所以大家要节约粮食啊。好，我们下期见啊，拜拜。